OK， 那现在来这个香能呢、啊？哦，那我看一下公众，看一下哦。我看一下这个公众，只要全开的话有几个？555，我看一下、哦，宠物香能开几锤？香能开几锤？乳性数值更替锤，我看全部开了几把，20把，20+10再加7加9加11加13 16 19 13 16 1922 25 22 2528 32 36 40 44 48200 12060 24 20哦，如果全部开启要1040棒，1040的这个量能开启锤啊，1040要1000个啦，1040个，蛮多的。来吧，香能卷，宠物香能卷，进阶福袋还是没有，香能卷，那就是香能卷。香能卷，来吧，我看一下我，看我这几只应该都没开吧，我看一下，就是本尊有，本尊后面没有，然后分身，分身后面也没几个，那另外我的分身不用看，好吧，宠物香能卷，我的最爱，对吧？3 4 5 6 7 8 9 10来吧，25，但他香能卷一个就一个，十个就十个 ，OK。几率。大小应该蛮多的，36，我中120个，
继续。120，有120。120。那香能卷能不能？对吧？看能不能。香能开几锤？烤窑，五星四个。不可交易。所以二叔加成。所以就这样，五个，不可，这样，哦，这样，就可以更换数值，更换那个。仓库啊，这些放一下仓库。OK， 120，然后它这个是50，50，120，120，有50，50就是赚。再继续，4 5 6 7 8 9 10。
就十。好，先这样。120，是哦。不太够，位置不够。看一下，量能，开启锤，我看一下跟商店对比一下，它会有开启锤。更换锤，开启锤，然后更换锤，更换锤，然后属性更换锤，按数值更换锤，两种形态，开启锤这个，开启锤，然后更换锤，更换锤。然后属性更换锤，数值更换锤，数值更换锤，属性数值，看一下，记得好像有人有卖，看一下，看他怎么做。不知道是在那边，之前有个摊贩是卖那个，这个，对吧？属性更换锤。高无上，所以说它蓝色、粉红色、绿色，蓝色、粉红色、绿色，看一下，结缓，不然有点占空间。蓝色、粉红色、绿色。应该没其他用处的。蓝色、红色、绿色，没错。看这样能开启锤、更换锤、属性更换、数值更换。6677个，但比较不占空间。这1663个，这个是723。696。好，那黄锤、开启锤这局，粉锤，
色的，绿色。数值属性更换，哇，这样还不够，他这样要1000个，1000个才开得起，这样根本不够。好了，就继续一下。然后看一下。哇，这样400多个。设计师，这粉红色好像超好锤到的。这粉红色超好锤到的，哼。好，先这样。就八百 ，OK。